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Ridley。那么今天呢，我又想要来化妆啦。那么今天化的妆是什么嘞？也就是最近我在一个 MV 里面看到的一个妆容，就比较属于那种空灵这样的妆容，所以今天就来尝试化一化看吧。首先，妆前乳不可少。接下来用 Clear 的气垫粉饼，这个粉饼的色号是比我原本肤色还要浅一号。然后用 Kimake 的 Finish Powder 来定妆。然后顺着眉形画。眉头呢，就尽量画得比较浅。用最浅的颜色打个底。然后用晕染刷，把巧克力色涂在眼窝上。然后把橘色尽量涂在眼线上，也别忘了涂在卧蚕的部分。再用晕染刷，用最浅的颜色来把颜色晕开。用玫瑰红的眼线笔来画眼线，夹一夹上睫毛，夹一夹下睫毛。用睫毛膏让睫毛看起来更浓密，也别忘了下睫毛。打眼让脸部看起来更瘦，在眼膜上打眼，直接打到鼻子侧边。别忘了鼻子下面，还有嘴唇下面。腮红就大面积的涂在脸部两侧，还有鼻子上面。鼻头和嘴唇上方要打亮。口红就涂满整个嘴唇。过线一点点也没关系。那么呢，这就是我今天的妆啦。如果你们喜欢我这次影片的话呢，请给我这影片一个赞。还没有订阅我的朋友可以点击以下的 subscribe button 订阅我的频道。有什么留言可以在下方留言，非常欢迎你们在下方留言。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吧，拜拜。